人们内心的奥妙的心理的变化和很强烈的一种内心的情绪的表达是用语言文字很难表达的，而在这一方面只有借助音乐，音乐在表达人类内心的这种情感是有非常独到的能力。Thank you.
道是 Brahms 的早期的作品。那么现在我们来听听作曲家晚期在他的创作中有什么变化。Brahms 到晚期，他自称是古典主义回归的维护者。
场前进，描绘了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左右手两个声部的对唱，好像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男主人公邀请女主人跳舞，一开始好像受到了拒绝，再一次的对话以后，慢慢他们也开始跳舞。舞会随着音乐的高涨越来越盛况空前，整个舞会结束这时，音乐又重新安静下来。原来是男主人公把这女主人公慢慢送到他的座位前。我们听到了最后这段非常抒情安静的结尾，很有描绘的形象。现在我们请著名钢琴家周广仁为大家演奏。Thank you.